在 K-pop 中，无论是主唱、rapper 还是 dancer， 在表演时都会被分配到几个不同的角色，与人身兼多职。近日 ，Who's Fan 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，让网友们为自己觉得可以成为行业全能的 K-pop 偶像投票。快来看看 Top 5中有没有你的 idol 吧！排名第五的是 Monster X 的李周宪。李周宪嗓音轻柔舒服，不仅有着出色的唱功，还拥有独特的 rap 技巧，让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再加上他的舞蹈功底和歌曲创作能力，是十足的全能型偶像。第四名是 TXT 的崔然俊。在 TXT 的每首歌中，崔然俊都展示了他出色的 vocal 和 rap 实力，再加上他特殊的舞蹈技巧，匹配的视觉效果和风格，崔然俊成为了 K-pop 中不可忽视的力量。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拿下第三名。作为组合的主要说唱歌手， JENNIE 多次向歌迷展现了他的歌声，但 JENNIE 的舞蹈能力也不容小觑，他的舞蹈充满力量，视觉冲击极强。 JENNIE 现在还在学习作曲，是当之无愧的行业全能。第二名是 Stray Kids 的韩志成。作为组合的主要说唱歌手和 K-pop 中最快的说唱歌手之一，韩志成的嗓音在 Amateur Kingdom 期间引起了粉丝注意，同时他也是一个清晰而精明的 dancer。 最重要的是，韩志成还拥有出色的歌曲制作才能，冠军属于 ANNBEN 成员李希成。除了完美无瑕的歌声，李希成的舞蹈技巧也深受粉丝赞誉。不仅如此，李希成在 ALLAND 期间和出道后也展示了惊人的 rap 技巧，巩固了他在该榜单上的地位。这份榜单你认同吗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